共和党的方案允许联邦政府把14.29万亿美元的举债上限再上调9000亿元，换取政府在未来十年削减赤字9170亿元。但是伯纳的法案要求国会在2012年中旬重新表决举债上限，并写入要求对宪法进行平衡预算修正。这些建议均被白宫和参议院多数党反对。为了游说共和党一些顽固保守派议员和查党支持者投赞成票，伯纳把这次表决压后了一天进行。最终，伯纳的法案以218票对210票获得通过。投反对票的议员包括全部民主党人和22名共和党议员。民主党人批评共和党的法案所要求进行的重新表决的时间将是总统竞选活动全力推进之际，这样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斥责众议院的共和党员推动这部单方面法案，使华盛顿在短时间内将要再次面对债务危机，并警告时间不多，朝野现在必须以美国人民的福祉为先。分析认为，国会内部的讨价还价将在这个周末持续进行。一旦美国最终还是陷入债务违约的局面，则环球股市都将遭受剧烈的震荡。 WTV 李超报道。